足控福利来了。小狗沉浸式修脚，先来剪一下指甲吧。梦姐，我都没有碰到你。No。Oh yeah。No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No。终于剪完了，磨一下狗爪子。这个不痛吧？爸爸，我困了。为什么这一只指甲是白色的？你是不是做过美甲了？来剃一下肌肉毛吧。没事的，不痛的。家人们，他好乖，好可爱，我好喜欢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洗狗肌肉。爸爸，你好变态。洗完的狗脂油好香好嫩呀。 No。 来展示，最后来点凡士林滋润一下。快一起来吸一吸小香脂油吧。修脚结束，大家拜拜。